Hi guys, this is Cynthia.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大家看到标题应该可以知道，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周末的工作日常。其实我不是每个周末都要工作啦，只是因为这个礼拜可能活动比较多，刚好都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。哎呦，完了。那我就想说，征求了同意，简单记录一下。今天早上有一个简单的会，然后下午我要去那个 Cool Japan TV。 这次活动好像蛮大的，就是他们有邀请很多台湾的跟国外的创作者一起来，然后好像是在圆山大饭店吗？我也忘了。对，因为有时候会接到一些私讯，会有朋友对经纪人这件事情很感兴趣，但我其实觉得，就是如果要我好好去解释说我平常在做什么，我好像还需要整理一下。我在思考说是不是可以出一个经纪人的工作内容，这样子分享给大家。如果想要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啊。我看我能不能做得出来。现在的时间呢是星期六早上10点，我大概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 get ready。那我现在就赶快继续开始。我最近找到我这支口红，真的觉得它超适合冬天，加上现在12月嘛，就是一个圣诞节的感觉哦，超美，美到不行。好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差太多了，哈哈。好，我大概整理完成，准备要出门了。然后我又换了一套衣服，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自在一点。我刚刚开完那个简单的 meeting， 然后我现在在计程车上。我刚去买了这个牛奶给 Mira， 因为她现在应该已经在彩排了，就是带着你们一起去这样子。我们就先两间吧。我现在已经到那个 Cool Japan 2018的现场了。不过呢，我现在先去找 Mira， 她应该在11楼的休息室，很期待耶，好久没看到她了。这是可以开的吗？哦，看看是谁在这里呀？没吃早餐，好饿。大概半小时之后就要出去了。介绍一下你今天的 outfit。没有，就是圆点，是有点复古嘛。然后还配了珍珠的袜子。可爱。你还好吗？你今天是不是大感冒？昨天大感冒，我又睡了一下，它好像有好一点点。开心这样子。嘿。All year long I've been keeping track of when I've been lonely and nice。去到五梅田拍摄，就觉得很开心啊！有的吃，有的玩，有的买，然后跟姐妹在一起，对，那样就开心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回到家了。据说我今天真的是很累。因为我昨天就是剪片，还有就是弄自己的东西，弄到早上快5点钟。然后今天早上就像你们看到，就是一个简单的 meeting， 然后去活动这样。然后今天那个活动比我想象中还要更盛大一点。今天因为我们坐在音响的旁边，所以我今天的耳膜一直处在一个很爆炸的状态，因为那个音量非常大嘛。哦，天啊，我到今天那个耳朵真的很不舒服。今天大概就到这里结束，然后明天还有另外几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活动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咯，晚安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早安。今天呢是我工作日常的第二天，那今天还蛮特别的，终于有点冬天的感觉。我今天能够穿上这件刷毛的 sweater，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。外面好吵。Anyway， 我现在应该要出门了，因为我已经快迟到了。那我们等会见，拜拜。好，我现在在咖啡店，然后我们看到了。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们是立山高中公民专题的学生。我人生中要接受第一次的就是访问，然后他们两个可爱又青春洋溢的高中生。那我们要开始咯。耶，我访谈结束咯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。Hello，
发现我现在素颜了，因为我今天过敏很严重，所以我基本上整个妆脱的也差不多了。然后我这边长了一个痘痘，我现在觉得很痛。好，我现在不应该再摸它了，但是它很明显的，可恶。今天晚上呢是另外一个也是陪同的活动，这样这次呢是去一个 YouTube 的年终活动。那其实对我来说，有机会参加这种活动都还蛮感谢的。现在就来上一个简单一点的妆好了。看，真的是好明显哦。那我们就直接跳到化妆完，一二三。我的头发跟妆都弄好了，唇彩的话跟昨天一样是这个魅点的 RD02 这支，我好喜欢。好的，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outfit 好了。今天上衣呢是香蕉共和国，就是 Banana Republic 的套头的毛衣，再来是这个 Nicole Ann 的长裙，然后等一下应该会背个一样是 Michael Kors， 因为等一下算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很适当可以拍片的场合，我想说等一下会改成用手机看是随意的记录一些片段，但是不会就是明目张胆的带一台相机去，因为我自己觉得不是很适当啦。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次算是年终聚会吧，那我们就等一下现场见吧。Let's go outside. The snow is falling down, and every child is having so much fun. The snowman is twice the size as me with a smile. 然后等一下会介绍我们台湾 YouTube 的员工给大家认识。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。如果你是今年会把片段传给我，今天是今年。While we're gonna go inside and drink our chocolate by the fire.看到很多平常只会在影片上面看到的 YouTuber， 真的好多人都好久不见了。然后我最近我要在影片上面讲，说我觉得我最近变胖了。你哪有？你看你的这个脸，真的吗？不觉得我变圆一点点吗？最好的样子比起来，妹妹，我跟你讲，你是拍 MV 的那时候太瘦。你看，你看我现在这个脸，可我就是一个圆球。你要这样叫胖，你让很多女生没有办法活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一颗球。谢谢你，谢谢 Cindy 啊，拜拜。Hi guys， 刚刚因为其实是一个蛮私人的聚会，我就没有就是录什么东西。不过呢，等我想先脱一下外套，必须跟大家讲一下，我觉得我今天这件外套蛮好看的，是我姐的。好。没事。然后呢，刚临走之前，他们有送每个与会者就是一份这个小礼物，我们就来简单的开箱吧。这个是一个乐普惠农的湖底油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我看到什么？还有一袋冠军米。以上结束今天的开箱。今天的影片记录就会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一点小小的活动记录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给我一个 thumbs up， 然后呢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留言跟我说你最想看我拍什么样子的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